11:35，就请毕业生的同学就回到你的座位坐好，我们会做最后校园的巡礼，好，做最后校园的巡礼。一次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。抬头寻找翅膀，候鸟出现看你近，来来远处的饥荒，无尽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玉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又化成音符，情书遥远的祝福。Bye.